好，巫老师帮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测字一下了，未来一个月会有好命吗？好，我们远离凶险就会有好命，或者反过来讲，你有好命就会远离凶险。所以我们简单的四面就这四个字，远离凶险，从里面测一个字，三好一坏。那你选好了没有？三好一坏哦，记着哦。我们先看一下凶好了，因为凶现场没有人选，也许观众朋友会选这个凶字。对啊，你锅里还有一个叉叉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字要怎么解呢？答案是事业风光，抬头挺胸，胸命。这个凶啊，对啊，这里凶出现在这里啊，然后这个是光的结果啊，当然是工作方面啦、啊，所以呢，我给他了工作上有好命，给了80分。老师，那你这样解，你就是光是凶，可是小心胸部会曝光，也可以这么讲，哦，但是说不定会成名啊，哦，这是成名，然后按赞人数圈粉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现在跳过来看一下远哈，远是笃林跟宇安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，你也是选远的话，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是呢，悠游林园，逍遥自在。我喜欢这个好，这个才是真的好，因为我们讲好命嘛，好命你看能够这样悠游林园，就表示他有钱又有闲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园就是你看框框里面就在园，然后这边呢。游也好，逍也好，遥也好，都是这个走字部的。所以呢，我给他分数比较高了。生活逍遥变好命，90分。耶、yeah! ，好棒！好，下面看一下离。观众朋友，你若选到这个离字的话，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你是竹离自闭，日子难过。抱歉，三好一坏的坏就在这里了。香蜜。上面加个竹子头就是篱笆的篱了嘛，哈，然后这是难过的难的结果，所以抱歉啦、啊，暂时没有，只有30分。哇，差好多。好，下面是脸，脸是艾菲尔老师跟大凯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哦，选的哈，是艾菲尔老师跟大凯选的，或者观众朋友也是选选的话，答案是财运兴隆，笑脸常开，当然是钱财方面变好命，100分。哇，谢谢大家。